恭喜蔡阿嘎。确定一下，我得的是运动健身奖。对了哈，所以那些在说我晒小孩的 ，you， 谢谢。可以写出熟女熟女这样子的剧本，让一个四十岁的女生有机会。运动健身奖入围的有营养健身 Pita 哥哥、健美冠军魔王带我练肩，22年的经验直接压在我肩上。球给彭尊，一日职业球员，梦想家训练课表大公开。SBD Taiwan 秋哥对健力的热爱传承下去，中华队学姐徐小丽 SBD 人物志，上场比赛。蔡阿嘎 Life 挑战国小二少棒队，蔡阿嘎工作室能打赢台北市冠军队吗？郭董懂不懂？郭董开课。大联盟球探来访火球少年林政伟，美梦启程。阿姑郭宏志曾狂 K 球探。J 宝健宝开挖越野场，连续7天疯狂训练，越野激战132人。晨晨惨被排气管烫爆 ，QAQ。得奖的是恭喜蔡阿嘎。阿嘎不断挑战自己的运动极限，制造出多场精彩的对决，用平易近人的方式让不爱运动的人看了影片也热血沸腾，恭喜阿嘎。哇、wow, ！我想说，我今年要共估了，是不是？哎、啊，我还是把口罩拿下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喜剧贵公子黄豪平，掌声加尖叫！什么东西？我刚在后台就把他变成黄豪平。你刚才只叫我豪平哥，对，还见鬼啦，黄豪平。没有，谢谢承让啊，所有入围者啊，承让，谢谢啦。老屁股他是有些好处啦，他是留一个奖给我，谢谢阿弟自奇七七，谢谢七七老大啊，感谢七七老大啊，变美变漂亮啊，谢谢瓜吉，谢谢瓜吉。OK 啊，我不要讲太多啦齁，等一下还要颁奖，那谢谢我身后团非常厉害的团队，大多佛娱乐有限公司，还有我们的哈哈 baby 有限公司，谢谢你们，最重要的是谢谢十几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。谢谢你们，因为有你们才有我们台下的创作者，谢谢你们。那还有一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坐在台下，李贝爱你哦。OK， 那我最后确定一下，我得的是运动健身奖。对了哈，对，所以那些在说我晒小孩的 you， 谢谢。戏剧节目女主角奖谢盈萱释放的天堂，因为你们的关系，可以写出熟女熟女这样子的剧本，让一个四十岁的女生有机会。今晚金钟最高潮。